43岁的安吉丽娜·朱莉已经和曾经的神仙眷侣布拉德·皮特离婚很久了，但她现在依然在努力摆脱对婚姻失败的不满。安吉丽娜·朱莉和布拉德·皮特于2005年在拍摄《史密斯夫妇》时相遇，他们在2012年宣布订婚，并于2014年在法国结婚。这对可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夫妻于2016年9月分开，他们正在进行监护权争夺战。目前，安吉丽娜·朱莉正在努力摆脱任何挥之不去的怨恨，并希望搬到一个治愈、充满爱和宽恕的地方生活。安吉丽娜·朱莉并不想对布拉德·皮特苛刻，她只希望这一切能对她和孩子公平一些。安吉丽娜·朱莉觉得她在婚姻中经常把自己的事业放在一边，以迁就布拉德·皮特，让他可以专注于他自己热爱的专案上。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觉得自己要对布拉德·皮特的成功和获得的财富负起很大责任。但现在他们不在一起了，他只是希望一切都是公平的。离婚的协商和财产的分割花费的时间比他预想的要长。他理解布拉德·皮特的挫败感，但是他只是想保护自己和孩子们。